爸爸，我去找胆小姑他们玩了。啊，作业写完了吗？你就出去玩？当然写完了。真的吗？拿给我看看啊。我想先出去玩再写作业。先写作业，先去玩。臭小子，你还想不想要零花钱了？好吧。写完了，爸爸，我的作业写完了。这么快，拿给我看看。你写的什么鬼东西？没有一道对的。你只要求我做完，没要求我做对呀。家庭作业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